翻开经本，第十四面经文倒诵第六行，经文倒诵第六行。咱将经文点一段，对对所在。 法中别言，殊以风深，非我境界；惟愿如来应正遍知，弘演诸佛无量妙法，令我等闻如是顶法，殊以修习，世愿所缘。对这段看起。 前面能看到法藏菩萨向老师请法，也就是请教老师回答了，非常诶。

佛家常讲的，或是梦中有求,求必应啊！法藏菩萨因地所需求的，太稀有了。实在是值得咱用心的赞叹。 伊不但要求做福，而且佮要求伊嘅成就超过祝福，即、这个大愿呢？得到了老师诶赞赏。老师。

第四间住在主宰王会下，时间真长啊，毋是短时间。平常清军接受教诲就真多咯，何况又个是一个上军立地嘅人，所以好会安尼讲。 你家己想看卖，用什物方法？意思就是讲，无需要我，我教你咯，就是叫伊自修啊。哥讲：如所修行，如诸同知啊。安怎修法？呢？你也清楚，你也明白。 要后宫啊，清清活活啊，是伊诶愿望。录音自立，和这个应答，讲所谓是答别问边啊。这里面在主意思非常诶深，甲心中内面的饥荒。 拢是共款，是地主人心吗、啊？尽量即款来答复咧。实在讲，化妆也用哩，伊了解，伊明了。可是中下阶层嘅人呢、啊 赢了以后，不得顶理。化妆的这所在，也是咱现在所讲的机会教育，这机会也真好。喂。 尽虚空变化，界一切众生向世间自在往复，听法了。注意想看，这因缘哪年啊，事成。啊，所以，伊虽然明白，也天做未明白。 这个演戏同款呢，化藏成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弥陀诶台湾，确实无同款，伊诶台湾呢？ 用今日的话来讲，就是多元文,文化、用同性命题。在佛法里面呢，俗语讲呢，我行者力不脱。 这就是多元文,文化、五行啊，人行、天行、星文、严格、菩萨，毋是拢共一堆。即内面诶族群啊，众生诶群性听多，千差万别，如何下当教即个众生？ 是啊、就是讲，上讲的上至顶家菩萨，下至地家众生，求法界的友情啊，同力，佛如来诶十波众严土啊，代 大概，所有的做如来，唔是办未到啊，而是无想到，从来都无想到啊，好能力办到，但是无想到，叫何阿弥陀佛想到了。 这个想法，这种做法，当年我有想法、有做法就有成就。这成、个、就就是今仔日的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确实是西方佛陀里面所作佛呀。当年。 即件代志，毋是菩萨家己诶智慧所会当了解啊！所以法宗伫即地讲啊，即是回答自在王如来术语宏深啊，术语就是指前面讲诶啊，如。 自思维啊，如自动知啊，如应自立，即三个字。这个、意思太深太深了。你即三个字回归到多位咧？会回归到。 阿弥陀佛的本愿，与被超胜诸佛刹土，拢伫即个三个字里啊。 各地有讲，法宗是对个用因，即句话啊，咱现在所讲的啊，道家诸行，意思就是讲，法宗九万劫就已经成佛了。 这是实现的呀、啊！这种讲法，咱赞同啊！写卡摩尼佛三千年前出现的，咱即个世界的高印度。 也毋是真正会还复修行成佛的，也是实现呢。幻梦经理伊老大人明白的，甲咱讲，伊即摆来表演是第八清楚啊。 啊！弥陀佛的叫了世界做即个实验，做此表演，到底是偌济摆咧？佛无甲咱讲啊？咱想象当中，大概也是未少处啊。所以这是如来果的上恶境界啊，菩萨当然毋知影。 所以非我境界啊！即内面也含着一层很深诶意思。菩萨未当彻底了解非诶境界，是一个，毋是假啊！ 菩萨不得，祝何本愿微心加持，也无办法，甲大家说明何来境界。可是真正发心修行。 真正发生方法，一定得合的合理价值，决定的指标。当然，咱也爱好法做事，大德有何价值呀、啊？ 法师上台来讲经，真情哎在下面礼佛三拜啊，这礼佛三拜求三宝加持呀。要那无上了台讲不出话来了。 古代的上台讲经，咱无看着，无看见啊！古代的作者的著作，咱看到真多啊！你看因的这著作，一掀开第一篇，就是教诲家慈的记诵。 一开端，就花家词呀、啊，落笔进情，叫花家词，登台进行无例外，拢爱就花家词呀、啊。所以，这句呢艺术就深了。 内面就含着全球分裂加持，所以伊煞来讲，为观如来应境变低，如来应境境变低，这是分的十号，即个。 顾了三个，这三个就是顾总的代表。这上面写着十一号，诶，太麻烦咯，太拖腿了。后咱读了这三个名号，就想着十号顾总。 这是对佛的赞称赞呐！十大愿王内面称赞如来，是何是称赞的如来的智慧、德行、慈悲，拢总拢包括在其中。 后面一句就是要求，求佛公验祝佛不留妙产，以是验说，以不用公说，公算不用这个字，用这个字啊。 用共演演比算了，意思够加丰富。演是要都爱表演呢、啊，不但帅，也都爱表演，互咱看。或是在讲呢，非常慈悲、啊，完了也完。 加以说明：虚空法界无量无边，诸何参透？这里面

也或一定给介绍，一、一，一好国土，人民幸福，家庭美满啊，社会和谐安定，国家丰达啊，世界。

会议开始啊！第一阶段，那来怎样？虚空覆盖安装来。

即阵出现伫即世间，我花经理讲较真明了，国会伊大事因缘出现事，什么是大事？有人讲生死大事啊，讲也无毋对。 但是生死诶意思真深啊！咱现在这生死毋是大书啊。六道轮回是啥物？啥物款大书？佛家讲生死嘅意思就讲咯，就深咯。 有分段形式，有变异形式，这里面真正复杂。拢重创清楚、创明了，迄是爱回来告会。实在讲。 伊空法界自己位来的，这比生死大事也够较大。这代志若创清、楚、说明白咯，生死大事当然也就解决咯。 或讲，也来源是一念之心啊。如果咱甲一念之心相应，思想相应，境界相应，言行相应。 揭露苗采，就万万的现见。那杜家说讲的啊，人民幸福，家庭美满，社会和谐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就那会兑现咯。 每一个人拢过幸福、美好的生活，要相应才会用你啊。咱今日作为拢怎样？受苦受难，为什么会受苦呢？为什么会受难呢？就是咱的思想。 言行跟自信相违背咯，人想错咯，看错咯，讲错咯，做错咯。这错误没些颠倒，跟心性相背啊，就是颠倒。 袂当相应，就是袂迄个，因为即个原因造成，咱你种种的不如意，为什会有即种现象发生，好讲得真清楚。 伊保随着进步转呐、啊，人类思想、见解是进步啊，身体当然生活环境是医保啊，医保随着进步转呐、啊，阿弥陀佛。 为什么造极了世界？人于是念念、行行，拢个诸行万万的相应。所以啊，迄、那个世界叫做极乐。 那今仔日，这个世界众生，也才讲是完全不相应啊。所以，心不主宰，心有病痛啊，有心就病死啊。生活困境不主宰。 有求不得苦啊，有爱别离苦啊，有万境灰苦啊，现在还有天灾人祸之苦，麻烦大了。这也是佛法内面所讲的，为邪所变。 也是佛在经常讲的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咱大刚打梦想，毋知影即个梦想影响有偌大。咱即个梦想实在讲，未当讲是虚空法界拢受影响。 受影响是必然的，但是这个、普通现象啊，距离愈远啊，那波就减弱，真微弱啊，影响就小了。但是，咱这个太阳系范围之内， 太阳系无大，但起心动念，甲注意讲，影响太阳系内面在星球的运行。换一句话讲，造成太阳系内面的磁场。 非常明显的啊，由于切众生的梦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梦想分别执着，用现在來書话来讲，情绪化。那每一个人，这個情绪啊，归根是高调啊，归根是低调啊。 即个磁场就产生变化咯，决定无可能永远保持高调，诶、哎，只有佛菩萨才做得到啊。那一个善念起来咯，就高调咯；一、这个恶念起来咯，就低调。这个 确实有周期性啊！这种代志，个人就明了。东方甲西方，而遮个聪明诶人，拢知影。现在，咱使用最方便咧是礼拜，一个礼拜七天。 七讲是一个循环，水诶循环，一个月大循环，一年搁较大循环，这周、个、期性嘛？一年内面有春夏秋冬，这个函数有周期性啊。 一礼拜来回，咱中国个人也讲七天一个来回，七天一个变化，你就知影，年是一个大变化，一个大周期性。 在中国世俗里面，三十年一世啊，所谓是风水轮流转啊，那就是说明周期性。这注意，仔细去读历史，你去观察，黄金来啊，你就看着。

无可能会受影响，即种影响就是现在所讲的普通现象。咱心内放出的是波动，这身体是这物质啊，咱知影，真多真多细胞组成的细胞是原子组成的。 原子是电子组成嘅，拢是拢是波动啊！大环境内面波动嘅情形真正复杂，影响得难也影响得伊。安尼啊造成一个真复杂嘅主场。 咱中国人常讲，气氛。外国人讲主场嘛，大个主场是宇宙，甲咱最密切的是银河系甲太阳系，特别是太阳系，银河系佫较大，太阳系水啊，甲咱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啦、啊。 如果诸位这小小明白这道理，你看，真侪东秀因，伫念佛堂，咱基术林、四老念佛堂，念佛，感觉主场真舒心，进入这个念佛堂。 就会生欢喜心，进入即个讲堂也会生欢喜心，主场无共款啦。所以，伫即个所在念佛，比伫别个所在念佛，你你细心去去体会、去观察。 你证书是毋是无共款？你家己就回答了这个答案啦。你伫即个讲堂听经，咱换一个所在，换一个讲堂，你甲看听经，咱这证书是毋是共款？无共款。 由此知影，即个风水阁真有啊！气氛、主场、风水即件代志啊。讲的名称无共款啊，是共一件代志啊。所以咱伫即个讲经。 叶素林为什么要用遐尔多钱庄严道场呢？你应该看四周围的这个飞天，拢伫中国定做啊。挂去了后甲无挂，进程无共款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就是受到伊的影响。 所以岛啊，安怎摆法？这中央局安怎布置？而且内面拢放下着波动啊！这波动影响着咱的征 所以道场的庄严是帮助大家进入道场，祖祖连连就会放下蔓延呐，就会当得到身心,心清净啊。这是咱这天经文化念佛的。 精常言，有即款的精常言，咱伫即个道场，心心清净，一心一意，文化研会，甘得诸佛诶，主场来加持。 所以讲堂甲念佛堂啊，有诸佛菩萨伫咧护持啊，这道、个、场，诸佛如来常常降临嘛，两天荷花。 以后无中断过啊！这就是说明，咱念佛为什么一定要到即地来念？有一寡东西听，听讲。 诶，世间有灾难。一九九九年有灾难，即讲法啦、啊，袂用讲无道理，因为今年啊，咱太阳系的主场是一个条。 真毋好，影响咱地球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诶情绪。这大主场毋好啊，所以讲这个、灾难有道理啊，也就是周期性呢、啊。这周、个、期性大概是五百年啊。 五百年一个周期性，这就是太阳系九大行星运行排列，今年际个排列非常特殊。 一般形象加工啊，这是大相之年，不吉利啊！在空中摆做十二格，地球在当中，对地球来看，八大行星包括太阳。 咱诶，同学发心，对星期一开始发心二十四小时念佛，每天拢二十四小时念佛，好啊！咱要求佛菩萨。 本院微臣贾似兰啊，未受即个主场的影响，诶，当伫即个环境内面，永远保持着正念。即、这个主场是真容易，互人去邪术啊。 凡是这星球有即种排列，这社会拢会真乱，人会拢会胡思乱想啊！这首《滚滚》啊，独立金青。 过去啊！我伫美国，我我也有一个朋友，夏金山技师伫美国嘅东修，特别是住伫加州嘅，大概对伊拢真正熟悉，人拢叫伊夏老师，伊看风水看啊，真好。 过去雷军做总统的时阵，请伊去北京看风水，呃，真出名啊！伊捌甲我讲啊，咱所住的这厝啊，每只房间都应该是正方形、长方形，咱住了这四西啊。如果住是多角形的， 五角形、六角形的，徛迄种厝啊，伫迄厝内面住超过一百公，伊就胡思乱想。<noise> 我会记咧伊即句话，有当时啊也来试验试验。顶一摆啊，我我去澳洲，我澳洲隔壁。 有一栋厝要卖啊，这厝主啊是马来西亚诶华侨，迄间厝啊拄好伫阮的隔壁，买落来真合适啊，我就去内面去看觅看内面的厝，每一个房间拢是五角形的，我就问伊讲，你即内面住啥物人啊？伊有三个查某囝。 我讲恁查某囝是毋是问题？哎呀，问题大咯！什物问题呢？毋听话就尴尬，四处乱走，胡思乱想啊！啊，无错，你的房间拢是五角形的，大一百间，伊就胡思乱想啊！只有一间主人房，因两个翁阿伯住，是一个四角形的。 所以，像即款房间啊，外国人爱讲做多角形的，做客房会用的，因为人客住袂了一百天，伊就离开咯。在对袂用的长时间徛。所以我这，我看伊个即个厝要卖啊，我即个看即个厝的房间拢是五角形的，即、这个厝我无爱啊。阮人住伫内底啊，也跟恁查某囝共款胡思乱想啊。 这就是环境啊，诶，受环境的影响啊，你未用无注意啊。除了遐个有定功的人，伊不要紧，而是虾米静随心转啊，也就无代志咯。咱也会受到外面境界影响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外面境界。 也、啊、当优协的你就袂当无选择环境。中国的古代名目三千为什么呢？为着后生选择即个生活环境啊，伊无智慧啊，无定力。 伊会受外面环境诱惑，伊也那会讲无需要，无需要选择。其实恁即个道场啊，但选择的是自佛如来的。 主场啊，十方三宝加持啊，这个、境界就殊胜。所以这道场对顶到诶，大家所接触到诶一团好气啊。 俗语讲了好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这和气也是主场做成的啊。对啊，你本所在不好，对伫即个所在伊好了，就能看着了。咱厝里家己厝内。 是住伫台湾不好，住伫澳洲也不好，来到即所在咧，伊好咯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甲即个主场有关系啊，和菩萨加持有关系。所以小学啊，袂当无选择。 多强，多强！袂用哩无庄严，真正的庄严是一心嘛，一心是真正的庄严，一心为大众，一心为佛法，这是真正庄严。绝对袂用哩有一念私心嘛？ 有一念私心，就甲魔相应啊！一念清净心，一念为众生为佛法，就甲诸佛菩萨相应。这是咱公告无量妙刹，妙刹。 这个人，你一生当中，有遐尼容易去渡掉，渡掉了，绝对唔通放弃，但是也有少数的同修，在这道场念了一段时期以后啊，成烦恼了。 佫入来到即个道场内啊，会心散乱，心定未落来，这是什么原因呢、啊？无时夹来的业种习气现前，这现象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但是你若是有毅力。 去克服，哎，发真诚心忏悔，这是修行的一个瓶颈。突破以后啊，你、这、的、个、境界就向上提升一层了。绝对不能因为这个烦恼折磨而退了心，你莫过来咯，而你就错了。 谁也会知影，谚语上讲啊，一家暴乱，千家冤呐、啊。你一个人过得好，别人看起来目睭红啊，极度障碍啊。 这是绝对袂当避免的。你修行了袂歹，功夫得力，你无死结冤亲债主找麻烦咯。哎呀，伊修得袂歹，伊都离开绿岛咯，要去进入世界去咯。我冤爱袂报啊，仇也无报，债也无讨转来，你敢会赢哩？那会使回走啊？想尽办法解忧愁。 你就是拄到遮的磨难啊，遮的磨难对倒位来咧。万亲债主啊！你这一生是好人，无得罪任何人，前一生啊，再前生，生生世世，咱的万亲债主毋知影有偌多,多。遮的人今仔日看着咱修行有成就。 那也讲袂积多，那也袂找麻烦，所以咱每一工读经也好啊，文化也好，念佛也好，真诚回向，或者万亲眷属，我死的好处，恁拢有分，大家拢有分。恁如果障碍我，恁大家功德拢无分啦、啊。 我的成就就是大家的成就，家己生活将来第一个就是道在完成这一组该有缘呐、啊。为什么回向机内面没上报四重恩啊，下济三道苦啊，都伫食。 希望菩提道上即系万亲祭主较卖来再麻烦，较卖障爱。一定爱诚心诚意，将所收集的功德，让回向佛因啊！然后等，你细休息不，不间断，咱分班来念。 这念腹堂是正常的练腹肌。我专属专家讲，现在有感染啊，咱念二十四小时过了感染，咱才个恢复正常。啥物叫正常啊？现在逐工念十二小时就无正常啊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才叫做正常啊。 所以啊，念佛堂既然开咯，永远二十、地震四小时不中断。最爱知影，祝福看到欢喜啊，良田永好啊！佛菩萨过去两三工就来一拜，大家安尼做，佛菩萨逐工来看你。 不有两三天，一礼拜才来看一摆啊！诶，逐工来照顾，所以欢迎同修，只要有时间，明日拢下当来念佛堂念佛，念甜咯，有家你准备休困的场所，休困好了。 赶紧倒爱去念佛堂去念佛。哇，抑是迄句话，休困的时阵，免烫海青，劲骨性比较较悬。海青一日烫起来，伊就会困去咯，就袂记得咯，好就袂记得。无烫海青，小可休困。 还要困一个诶、欸，一点钟、两点钟就好了，真容易警觉起来。即款念佛功夫就不敢断了，咱弥利福河不断，确实不但消除家己诶业障，也会帮助这个世界一切苦难众生。

做老师嘅人，得到即款嘅学生，这也嘛是宝啊！过去，李冰乐甲我讲过，如果自古以来，一个好嘅学生，想要找一个好嘅老师，困难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！ 伊讲一个好老师，要找一个好诶学生，更加困难，真无容易啊！今仔日咱你即地看到，化妆啊，好学生啊，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好老师啊，殊诸大汉。 所以有遮尔啊，书生的成就，这是咱应当爱明白。如果拄到即个机缘，会知影珍惜啊？那那会知影讲？伊是一个好学生呢？ 福照三辉啊！你看，两卧得文，下面思维修息，文思修三辉啊！<noise> 真正会将老师教导。 修持他上，以教弘行，以认真去做啊！文殊修三会，第<對>一代小画家朱伟东修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 千万呐毋通发生误会。比如讲，咱伫诶即块讲经，即两点钟，你伫遮咧听，你听着咯？听着了后啊，是毋是阁转去去加想看卖，研究研究？ 这个思维想明白喽，咱才可去照做。这是修行啊！哪是这款的做法呢？你骂是菩萨了、啊？三辉啊，是菩萨修的啊！ 啊，新闻爷教的拢，就会教啊。那安尼是，一、那、届、個、文书修就全部创错了。文书修叫做三会啊。文会、书会、书会。会是什么呢？会是。 该定慧的慧，即知影讲？菩萨修的，甲咱初学的无共款呐。修行修该定慧。 大行菩萨修三会啊，大行是建立在修行的基础上，起戒、立定、开会，会开了以后，就叫有文书修，这啥意思，会里面。 古着是啥意思啊？文是啥物呢？文标接触，耳腔听是文，目睭看着，也叫文，喙子去担着也叫做文，心接触拢叫做文，用字例来做代表。 为什么唔用剑来做代表呢？文殊菩萨伫灵岩会内面，甲人讲：此放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啥波世界众生六根啊，二根上界来，所以用这字来做代表。 用文书修，不用见书修，是即个意思。伊代表的是接触，书是虾物呢？书代表明了，一个接触就明了，接触了后要想看卖才明了，已经对了伫诶第人意识内面去了。 袂用咧输啊，所以输伫即块啊，代表明了，接触就是明了，明了当然就不赔咯，不赔就叫做收啊。所以主要意啊，知影文书收是当时啊，无前后诶处地啊，无时间诶界限啊。 所以叫做“灰”啊，就是界定灰，迄、那个灰，菩萨修三灰，三灰伫倒位修呢？伫布施修，伫乞丐修，伫林<对>六修，伫<对>精进修，伫禅<对>定修，伫般若修。 所以三慧就是伫个波罗蜜，你相信我六个公论啊，就是伫即带这是动手必须爱弄清楚的，我种伫即带，嗯是凡夫。 对于即句咱就知影，以改定会成就了。这是世间自在往复会下的古教啊！好学生啊，好地主啊！ 有这款的成就，要有一句“世万所愿”，一花大世愿，只要老师教导伊，伊会当听文了后啊，伊定会当实现伊的愿望。时间 伊嘅愿望就是后面所讲嘅啊，讲求选择，即说明，娱乐世界毋是凭空做嘅，毋是随着家己嘅意思做嘅。 你是集一切诸佛刹土有量的大雄，下起<是>一切诸佛刹土错恶的境界，选牒<是>精密。 精华耶，来建造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书生啊，是对家来啊，这是伊的愿望。咱继续过看下面啦，这个，这个是佛为宣言，是是佛啊，该开始啊。 世间自在往佛，地基高明，志愿深功。这两句话是关机，关键说法。如果毋是即类的关键，解讲咯，无路用啊。 我对这个学生，知影伊高明啊，高是讲伊有德行，明是讲伊有智慧，这是。 学生接受老师教导基本的条件，<noise> 有智慧无德行。先去学未家的啊。<noise> 有德行，无智慧。 田地生也是真乐意来家里，德行是第一啦、啊。孔老夫子教学，嘛是将德行放伫个第一。夫子四个科目，第一个啊是德行；第二个啊是言语。 但听落未用，你无见线啊！口为何何之门啊？在当初学雷电工作研究，这内面鼓了真多嘞，一言兴邦啊，一言丧邦啊。 一个人一生的成就、家庭的兴旺、国家兴衰，言语是关键呐、啊。所以，父子在德行下面啊，就是教里怎样讲话，你还想讲话？第三只教正书，正书用现在话来讲呢？ 就是教你啊，无形的一关技术。咱现在讲啊，二零的教育技术能力的教育，你学了以后，你将来的社会上有一技之长。 有无形诶能力，有服务社会的能力，最后啊，这是文学。这个你精神诶生活，这是亲像诗书寡妇一类诶。这是拜你最后啊。 我家的教学也是将德行智慧摆伫第一。现古伫本经内边尤其重视，世尊伫本经教人修行，必须爱遵守的。 三种职业，从先后考业，肯定第一条。这个意思，敢毋是甲孔老夫子完全是共款的。从先后新业，先后易业排在最后。 考最容易走业啊！志愿深功，尤其难得。刘德兴有志气，有学问，你无志愿，无自卑啊！哎呀、啊，荒莲啊！ 你只会当助你啊，袂当啊利他，所以一定要有大慈悲心嘛。这个志愿都是大主，念念为发解一切众生的想。 那是大主贝，清净的大主贝，平等的大主贝，难得啊。清恭， 以备，许多心风三世一切众生，平定做一尊着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。 你讲这偌稀有啊？即款的学生，要去以位找啊？祝福如来，生生世世教化一切众生，也难得拄到即款的学生。 所以这句是关机啊，课本里面讲的低机。下面这解说话，应依所求。即、這個、位算说，二、哦、百一十页如何插图，功德严正功德圆满之上。 应机心愿，实现物质，发时发时，经千亿岁，华中清华要求，世尊。 唯一工业如何无量妙产？胡国连为算算两百一十一如何拆透？两百一十百一十不是呀、啊，数理。如果讲是数理呀、啊？ 这个数字无大，弥陀经跟咱讲，娱乐世界鼓励咱娑婆世界十万亿个佛国土，十万亿跟二百十亿来比，这数、个、字太小了。 注意啊！怎样？这第、个、这个数字是标法的啊？如果咱以华严经顶面所讲，大智罗论里所讲的，也是啊，代表圆满。我看那边用数字代表圆满，上上讲的七。 七代表万满，所以弥陀经讲的七，毋是数字，是表圆满。华严经用杂，表圆满，一到杂事，表圆满，伊毋是数字。而本经咧，咱头前看着本经经文啊，虽然讲无多。

好钱咱托到，先后订十六正书，十六标圆满；米中内面上应十六表万万，两百十一咧是千的大万万，三月七是二十一啦。 二百十一就是二十一的大圆满。其中里面也相应二十一代表圆满。所以二百一十一祝贺太到，就是头前化妆所需求的祝贺。 无良妙策，我无怕折扣伊要求的是无良。佛策，佛只甲伊讲两百一十啊，敢是怕只大折扣啊？哪当满足学生的愿望呢？ 自古以来，老师教导学生观察学生的军性啊，军性内面也阁有一个重要的，看伊的心意，一份圣经得一份利益，十份圣经得十份的利益。 佛祖，去哪里有十分清净？如果世间自在哦，只敢讲两百一十亿，如何差错？对不起呀、啊！啊，如果二百一十亿是一个数字来讲呢，也只是一分心境啊。 人十分精进，你甲伊讲一分话，你哪会当对得起？如果伊只有一分的精进，你甲伊说话，未讲两分，为什么两分伊用唔落去啊？伊就只看的量啊。 所以，阵的实现随机应量，你需要偌侪就予你偌侪，你会当接受偌侪就予你偌侪。所以，这是代表大萬萬、就是头前讲诶无量诶意思。佛家讲呢？讲、這个。 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功德、严净、广大、圆满，这是古初四恩的，做一个代表。功是你修学的功夫。 你修行的功夫多啊，你所得到的果报也多啊。你修行的功夫深，你得到的果报也是深。所以这个功德，这个德力，甲德是的德，是同只意思。恭喜因呐！ 电视广啊，所以公跌及福跌无同款，但必须爱辨别清楚，比如只界只界有工。 顶就跌到咯，顶就是跌啊。世界若是无公，你袂当跌顶。但是世界是好噶，因此境界你得到福报啊！你袂当跌山顶，跌山顶啊！ 世界就有光咯，所以介都世界更加严，每当跌定。你世界无光啊，无功夫。为什么无功夫？你的烦恼也常常去现形，零零好烦恼，零断烦恼。 为什么乞丐未当得定？无功夫，犯着 <noise> 一个真大诶错失过错，常见世间过啊！<noise> 你乞丐就无功夫咯，不但无功夫，而且阁真麻烦。为什么？看不起别人。 家机认为家机啊，这外形啊真高超啊！一般修行人拢不如啊，拢比袂到。这是啊，精中供过五万。如果是这种修行法，古布就唔好咯。怎样呢？啊，修罗内面修补。 阿修罗有福啊，供给我们，所以果报的修罗多啊。无定你感觉修罗嘛袂歹啊，不一定啊。你去读《楞严经》，修罗有人间修罗，有五鬼修罗，有铁仙修,修罗，你咪去到去到去做阿修罗啊。 无一定是天道，你爱有迄个天的福分啦、啊，你才通去做天阿修罗。如果无天的福德，你阿修罗不在天上。这年年个个，咱拢爱创甲真清楚、真明白，一点啊都不用你有差错。 即个功德加福德是无共款啊，世间人施财施法拢是福啊！法师伫讲台顶讲经说法是发布施啊，嘛是福报啊！哎呀，是这条福德啊，毋是功德。 要别按怎讲经说法才会将这个福德变成功德呢？德我得甲咱讲，随文观，你讲经说法就是功德，都、就是超过福德。你讲到这个经文，家己个心就入了这个境界。 如果袂当入经文的境界，即全部拢是福德，来生得着聪明智慧，伫即个果报。所以咧，世界有功的定啊著是定，修定有功开会是得，著是定。 该智慧啊，所以你就知影，功是因啊，德是果啊。只有功德才是真正的庄严。为什么呢？功德内面有德行，有智慧。该定是德行啊。 所以，开会还是真实智慧？德行智慧则是啊，真正诶庄严。是精、嗯，是清净。嗯 如果啊，唔是对界定非成就的，那里来清净？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啊，净土对不对未来，净土对清净心来啊，心净则佛土净。 咱伫个办公室内面，也摆阵做摆药，甲做报告。人够甲中年以上，拢会感觉着健康啊，真重要。 拢爱惜家己的身体，爱惜家己的性命怎样保健呢？清净心最重要，心清净，心就清净，就得到健康长寿。 无定着有长寿，我听人讲啊，人的寿命是一定的，长寿是命中注定的长寿啊，命内面无遐尼长的寿命。 也无办法延长啊！现在人工医药发达咯，真侪人的寿命比啊呃整一个世纪还较长。这话啊讲起来啊，咱听起来感受无共款。 如果真正讲，在医药药物治疗不用会当从性命延长，也能够定律感谢推翻呢？然后这种道理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诶人，伊袂同意这款方法。 会使讲保健减少疾病，或者好疾病减轻，绝对是未当延长寿命，无可能嘅代志。而且，病听伫法律面讲有三种。 所以啊，种种嘅保健只系当保心理健康，只系保即种病啊，安一病也是保唔掉啊，像自闭三味水餐内面。 我在告诉调调里面称药就无落用啊！世间什么款的药对伊拢无效果，冤家债主来找你啊！哎，唔是生理的病啊，冤家病啊！现在，伫这社会上，伫中国、伫外国，真多所在，咱有看到。 讲是有一寡物件，附担你身躯诶，伊诶身体意识袂当做主，听别人咧变人啊！哎、欸，是虾米咧？顽牙护心，个卡进步诶，有木啦？个卡高明诶，医生无办法。 以后证明有不的能力真有限、啊、这是以为会变啊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是业障变，还够更害。<家>那个顽业变，还有一个方法调解。杜姐姐，那上京。 拜忏、念佛、改回向，伊若肯接受，伊就离开了，伊会病就好了。顽啊，病啊，你啊，真正诚心诚意去做，有当时啊，真有效，大多数拢会接受，拢会当化解。第三种叫做业障病，是家己。 或者是过去，或者今生做结党个作业，迄个感觉着会变痛啊！佮毋是玩具来找你，佮毋是生理上的即个病，迄、那个病就真歹治啊。即三种病态啊，咱时时刻刻拢会去拄着，拢会看着。 业障病只有一个方法会当治疗，真正忏悔，彻底忏悔会用哩。这是忏毒业障啊！所以诸位一定要知影，这个世间一切的医疗，咱中国人。 常常迷信进步啊，功效非常有限啊。清净心是第一，人心清净，人心真诚，人心慈悲，都、就是冤家债主看着。严格随便来杀害你，为什么？ 你有何法心保护你？你有一寡善心照顾你，伊袂当瓦滚啊！如果你心底无清净，你抑各有自私自利嘅念头，抑有贪嗔痴慢嘅念头。 哎，麻烦就大咯！你冤家债主就会真正方便咯，有机会咯。你无先心保庇啊，无好心照顾，咱伫个慈悲三昧水禅内面看到。 我在国书就完结这一注，唔是一世，拢是以前啊。为什么袂当报复伊咧？伊伫这个第二世的时就出家，第三世也出家。嗯、一摆拄着的时阵是第十四、十四伊拢出家。 有寿纸啊，有好花型宝贝啊，这冤家未当滚身呐、啊。到第十四时阵，也伊、嗯、家做一个国师，主要会知影佛门内面大节地位遐悬，绝对毋是一生成就诶。 一生的修行，袂会当到即个位置。我的国书集《四古经》啊，互咱想着古早时阵啊，互帝王大臣尊敬的，才大显地色，毋是一世修行的，多生多修行的成果。 伊是皇帝的老师啊，下人袂尊敬伊。皇帝供养伊一个金香的宝座，伊接受了后啊，生了一点欢喜心，一点五万的念头，感觉天下的出家人拢伊袂比的啊。伊这念头才生啊，哦，发现就赶紧走去咯。 你无德行，退转了，拢走去咯。冤家债主就找来了，几乎是无命。所以德行啊，袂使有亏欠一点啊。一、这个念头错咯，就不得了了。如果念念错，注定对了，三途去咯。 咱读到即系连接，爱知影提高境界，遐个人拢是咱的榜样啊！咱爱学好个模样。 在人实现种种个性，咱来认真反省，绝对唔难烦呐。十社哥精啊，同一个屋檐，你阿家你多爱麻烦，咱是欢呼。咱起心动念作孽，将来是不得了啊！ 我去菩萨书生智奥经》，哎，想想他啊，那个、经常是世尊待诸待彼，讲出无法出家人嘅弊病，难想想念，看家己心修宽。 如果家己内面一个还个真多，还个真多，家己就要知影。但家己的前途绝对系阿弥地佛，唔通认为工连开就会当亡星啊！无遐尼啊容易。西方世界诸上仙灵，骨灰一束。

一面念佛，一面打梦想，诶，有什么路用？诶，著是古德讲的啊！靠念弥陀，心散乱呐、啊，话破那熬夜空连啊。所以念佛的目的，弥陀经理讲啊，真好啊，一心不乱。 而这念佛的目的，是要念到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现前，然后啊，才会真正了解着古人所讲的“心静则透静，这是。

难小看贪多，就害咯。所以迄个念头在起来，阿弥陀佛，将即念头赶紧个换掉。古人所讲的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夹持啊。结句阿弥陀佛提起来夹咯，哎，夹夹紧啊，毋通互即个念头相熟啊。 念佛是安尼念佛啦，念佛功夫对这来论呐、啊，内不动心，内面无梦想，无烦恼，内面烦恼起来咯，梦想起来咯，阿弥陀佛，该跌落去，在这个所在做功夫。

不但世间一切法未受有限，从世间法也未受有限，一句弥陀念告对，地界个世间一切，虽然的不攀缘，虽然就自在了。 这是真正的幸福啊！政治里那来重视，特别重视。广大圆满之上，广大圆满是极其形容。形容什么呢？形容功德工大圆满。 严正功台湾云，何种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来面，这一切理事因果功德严净之上，现加法中菩萨。 介绍，佮伊说明，不但佮伊讲，头前要求啊公业，所以下面讲咯，应急心安，实现物质，和公告多一种好国土。 就将即个护国土现象，展、嗯、现在伊诶面前，就咱、嗯、现,现在看电视共款。即、嗯、个世界形形色色诶为民，互汝看清楚。不但甲汝讲，也共款诶一个一个现互汝看。 一言物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啊。这毋是短时间当做教诶、啊，人民讲了，说十发时见千亿岁。 是随是一年，你应该看化妆比 q 第世间住在王徽遐求学，偌些时间？千一岁啊！咱即、嗯、这个所在学着两三年，哎呦，这长诶，时间。呀，人伫遐学诶，是千一岁啊！ 当年的寿命长，道情供给了世间主在王主世，刚筋刷块四十二级。南本寺世间摩尼佛当年在世，刚筋刷块四十九年。咱这个世间众生也将当，寿命短啊！ 我的这世间一定爱受生老病死苦，一不啊。虽然对于世间主在王，迄、那个社会状况来看呢，伊、那、的、个、寿命真长啊，伊刷跨钢筋刷跨四十二节。 伊做事绝对比这较长。咱世界末日活刚经刷快四十九年，活的寿命四少七十九岁。咱中国人讲八十岁，八十岁讲七岁啊。我是七十九岁里边的啊。如果照这比例来讲呢，搁加一倍时间。 也，迄个时阵诶，人诶寿命总是啊七八十劫啊。所以，即个清亿岁时间，因来讲也无算讲是啊短时间。有遮尔长诶时间，则会当将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啊，才解讲清楚。 甲伊思想清楚啊，无遐尔长诶时间，要哪会用呢？这也是甲咱讲，修行<分>一定是长极，绝对毋是短时间就会成就啊。现在也有人讲什物文愿念佛？ 等到临终时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会往生，哎哟，真是太难得咯太咯了，太殊胜了。平常会使胡白乱做啊，到临终一念就会用了。大错特错啊！阿弥陀佛求学，要用一千劫的时间来听经闻法，你什么拢免听。临终时一句阿弥陀佛就会做佛啦。 哪会叫你半夜代志啊？千万啊，唔通将不良受经错盖咯啊！好，今仔日就讲到即度啊。<noise>